这里好荒凉啊，都没有人，机车发不起来了，糟糕，机车已经发不起来了，有点糟糕，现在到中途而已，看来要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就是这样，都发不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骑太远了，出了一点状况。啊，看着这个夕阳真的太美了，来这一趟环岛真的是值得的。可是没办法，我还是只能继续推。哎，看能不能找到有地方可以修。车子发不动了，先把车子放在一边，然后我们现在用走的走去找吃的。走了大概50几公里，走了大概50几公里，终于找到唯一一间 Saving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 Saving。在 Saving 买一点东西，补充一下体力。因为我们环岛路上这个经济比较拮据，就只能选这个65折的商品。那这个看起来也蛮好吃的。车子已经完全抛锚了，看来今天只能在这里先将就一夜。车子已经完全抛锚，快了快了。